刚才有同学提到是跟剧本有关的嘛？<对>那因为刚才导演您也您也讲到说，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的技术啊，然后去怎么样冲击跟胶片时代完全不同，这会影响到哦您在选择要怎么拍呃一个什么样故事的片子嘛？尤其这么多科技，像刚才进来看到什么对什么 MetaVerse 啊，什么各种 VR、啊、AR。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媒体跟硬体的部分还有。 一般年轻人的观念其实比我们电影做的前前前进很多。嗯，那因为我们很喜欢电影，过去的电影很宝贵，很宝贵。那我们一方面训练，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珍惜感变成了恋物狂这样。其实我们的进度非常的慢，<是>我觉得比它应该发生其实已经是慢了很多年这样。是，就大家拒绝前进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比较我困惑的地方。哦、嗯，那其实说穿了。 我们讲科技艺术，我从来不觉得这两个是分开来讲，所以我们每次被人家问这种问题，都觉得很困惑。嗯嗯嗯嗯，嗯嗯为什么科技是一个样的东西？技术科技不是帮你来来追寻你对想象力的表达吗？它应该为艺术服务的东西，它是一个工具嘛？那电影一百年前是一个科技嘛？那你你。 严肃的演员，他不是那个马戏团等于他不会来演你的电影，对不对？他演舞台剧。那现在大家可以严肃的面对，呃，那在前的话，油彩可能是一个科技，对不对？照相是一个科技。嗯嗯嗯、那十十万年前，我们可能语言是一种科技。假如啊，大家要靠讲话、符号、文字来沟通了，那我们心心心相应的东西是不是就要流失？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 本身不是问题，只是我们对他的态度。哦、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是值得追求，只是说我我跟不上，我是一个其实非常 low tech 的人。那个 iPhone 给我，我除了打电话，我就不会用其他的东西。哦、可是我的眼睛看到一些东西，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会请那些懂科技的人来帮你。我我讲述给他听，他帮我研发出来。所以我现在很多的想法，我要做的是很科技前端的东西。嗯。 可是我的本人，我的知识跟我的性象是很很后面的。所以您说您是 low tech，可是你要做很多是科技前端。对，那他们想要拍我马屁的时候，就说 <laughs> 啊，因为你不懂，所以你不你不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你只要要求我们就说，就就讲这些事情，嗯、也有一些道理。我不知道民间疾苦，我如果知道是那么困难的话，我可能不会要求。哦、嗯。可是我就一直逼他，一直逼他，他只要不说他要跳楼的话，其实有时候就是逼出来的。<laughs> 是不可能做的事情把它做成。其实我觉得说穿了，电影就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嗯，对我今天说演一个唐朝的东西，我不是在唐朝嘛，是我是在现在嘛，<是>对不对？我演杀人，<是>我也不真的把它杀掉。我谈恋爱，嗯、感动人心的东西，他们两个也没有真的谈恋爱，对不对？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虚拟的。那为什么你把一个布景，你就可以相信？ 为什么是一个比布景还要真切、更像真的东西的一个这个那个虚虚虚拟的数码的布景？那你你觉得它不能相信？这本身是很矛盾的事情。嗯、当然是可以，你爱怎么拍怎么拍，你只要能够做到感动人心，嗯嗯，能够把故事、人物还有心情能够转转化成影像的话，随便你爱怎么拍怎么拍。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 我们那个一个木板钉起来，一钉一铆的这样去弄，其实聪明了很多。嗯嗯嗯。嗯那时候我在拍《Gemini Man》，我去南美拍，好困难，在人家古迹上面 <laughs> 拍追车，那个计划几个月，哈哈哈劳师动众，那可歌可泣，就是很困难。<laughs> 我在想说，可能有一天有人会笑我们。 就是说哎，他们要去拍卡特赫纳，真的跑到那边去拍，劳师动众，这多蠢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这样弄？不这样弄？<laughs> 对对对其实我们拍完，我们已经这样感觉了。嗯 <laughs> <对>，搞什么鬼？这样弄，比在现场拍还好。现场那么不方便，做那么蠢的东西，到后来还是要涂掉全部，全新重来。嗯，呃，我觉得现在我们全部用虚拟的话，至少在我们的感知里面还不太能够接受。 除非你是做 Avatar，嗯嗯嗯，啊、嗯嗯呃、Superhero 这种东西，嗯，嗯就大家知道你是一个虚拟世界，不是真实的，不是戏剧，你不把它当真，当做一个娱乐，卡通或者哦一个数码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世界，啊、呃，就它的电这电影我刚刚没有讲到，就是说 Genre 很重要，就片型，嗯、你不同的电型就。 不同的传统，你的你会知道说哦，我今天看一个恋爱片，我要怎么样去欣赏？它有一个规则在那边。我今天要看一个黑色电影、侦、嗯、探片，哎、欸，我就要有一些要素要怎么样？嗯嗯嗯我看家庭剧怎么样哈？嗯、它都动作片，它都有一些片型，这是习惯。呃，你你也不服气也不行，你可以混，可是你不能够乱来，跟生活一样这样去拍，呃，它不会 work。电影它有一套东西，嗯，就是。 当你这些东西都定下来以后，其实就是观众的习惯。嗯，好、哦，你今天看《Lord of the Ring》全部是假的，《Avatar》你可以接受，可是我今天拍一个哦戏剧，<laughs> <laughs> <laughs> 那有些他就能接受，有些就不能接受。嗯，就很奇怪。不过我觉得这将来都会变。对。就你对这个媒体的本身，它的写真度。 还有我们文化习惯，是它经过时间会慢慢调和。我们拍片的人也在调和，是是媒体也在调和，呃，文化观众都在慢慢调和。我我觉得是，呃，其实大有可为。很多电影的限制可以，可以如果是数码，你做到比一个盯着一个板子去弄的话，是。 是，其实是更聪明的做法。是，是就怎么样去 pretend 这个事情，虚拟假装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你把它 stage 出来哈，你把它弄出来以后，呃，观众能够相信，能够跟你一起投入到个故事里面，你不管怎么做都可以。我是觉得有更聪明的做法，嗯嗯、那我们应该利用，嗯嗯、好好的利用以后，我们的文化可以就是继继续演进。嗯嗯、不要你去学习。 四十年前的东西还没有四十年前做的好，那这个就不太合逻辑。就核心的东西 keep 住，但是你可以更聪明的方式试试，人性就是人性，对，人性也会变嘛。你们这个年代长大小孩跟我那个年代不一样，嗯、跟我父母时候他们写一个书信很宝贝的，那就不一样。像我这个年代不太写书那种，二十几岁不太写书信，开始打电话。嗯，那到了有 email，大家又开始写东西，那又这么快。 就你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面，你人跟人的交流跟人性是会变的，是，是那就是要不断的调整，是，是你要容许它有新的文化，一直的滋润啊，一直产生。嗯,嗯,嗯我我是鼓励那些新的拍法，新的拍法。对对对。对我觉得在数码这么，尤其像电视这样，是，跟电子生活比较像的，嗯，有很多胶片做的东西是经不起看的，包括化妆，嗯。 啊，甚至音乐，甚至这种灯光，嗯，都其实是很不自然，嗯，那你就要找新的方法去创造它的美感，嗯、跟现实生活或者这个媒体应该做的美感，<是>你应该去创造。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做的比较好，这样。我知道我们现场年轻人有有一些是也是特别想要知道跟科技有关的冲击的题目，有没有哪位同学来？ 导演你好，我是台大新闻所的许林文，那就会也会想要请问说，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科技，嗯、呃，新的科技之下是怎么样去做，嗯、呃，平衡叙事跟科技还有，嗯、呃，画面的，以及有没有自己的一个 <Yeah. S 2> 在接触这些新科技之，在有没有自己一个学习的习惯，怎么去做平衡啊等等的一个学习惯可以分享，有没有新科技有关的题目一起来好了，<laughs> 来，哎这边。 呃，导演你好，我是台大电影系的林科鲁。那我想问的就是说，现在数位技术非常发达，那甚至可以做到换脸或是年轻化，就演员在画面上的年轻化或是换脸的技术。那这样对于说眼神或者说演员的五官上细部的表演方式会怎么样被影响？这样子，嗯，我、嗯哦、先回答他这个问题。好，呃，我觉得必须要换。 必须要换，因为你看的比较真切，解析度比较高，尤其是你加了 3D，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感触，我们的眼睛扫描，然后在我们头脑里面怎么去解析，跟平面跟这个有这个 s t r o e 有闪跳的这种影片胶片是很不一样的，接近生活，所以很多东西我刚刚讲经不起看，那你必须发现啊呃,呃研发一些新的做法。 所以我开始拍三 D 以后，我开始用数码拍。呃，第一部片子我不敢用化妆品，因为 <laughs> 会看到，嗯，觉得也不能演戏。他一想演，嗯 <laughs>，你就知道他想演戏。嗯、然后经过两个视角，因为跟人生很像，你可以看到眼睛里面的感情、思想，我觉得都可以感应到。过去是要靠演员来演，告诉你我的心情是什么。嗯，所以演员要演很多东西。 那你不不演了，这样的话，那只有艺术院线，大家就让影评去写、啊，或者自己觉得很厉害的人去解读啊。<laughs> 一般老百姓看的看不懂，就是觉得很闷的样子，<对>好像他都没有在干嘛。那基基本上，我觉得用比较像你讲的那个方式去看的时候，呃，导演要变，演员要变。那我回到你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叙事方式，我觉得应该。 也要改进。嗯、我们一百年前开始啊、呃，大概是一九二七年还是哪一年，我不太清楚。开始有剧情长片这个规格出来，最早的电影是娱乐大众，跟马戏团一样，呃，或者像以前我们，呃呃京京剧那种戏码，就是老时候，呃，一些旧时代的时候，一个戏剧演出的时候，他。 这个选一段，那个选一段，那个选一段，他会有一天晚上的 program 哈、哦，那娱乐观众。最老的电影是这样子，后来才变成是起承转合三幕剧，故事性，好九十分钟到两个钟头这个格式东西出来。其实走了一百年，我是觉得有一些有一些 tired，有些疲乏感，审、嗯嗯、美疲乏，好像很多电影都差不多这样。 或者前面不一样，你看五分钟，你大概知道后面什么。然后不是那样的话，一般的观众会有一种挫败感。哎，为什么不这样呢？这 <laughs> 就看着很制式化，大部分都这样，不只是 superhero 这样一什么电影来，就差不多新鲜的东西很少。所以我觉得叙事可以改变画面里面，尤其你做 3D 或者更清晰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让观众进去，像国画一样进去生活，嗯、进去发掘自己去找不同的东西来看，而不一定说一定要有一个 narrative，好、哦，就是把它说到一个故事性，还有它固定的焦焦点，然后哦，你去看看看看，就是带着有人牵着你的手去走过一个故事。我觉得在新的媒体里面，那个已经过度简单了。呃，我在制造新的放映机的时候。 我上一部片开始，我去要求，呃，做放映机的公司做一个新的规格的的放映机。那时候我去参观他们工厂的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的研发团队跟我谈，就说：“我说你们做些什么研究？”他就说：“去问年轻的观众，做调查，就照他们，因为他们。” 要花很多钱研发放映机啊、电影这种器材。那知道年轻一代主要的主力观众，他们现在想看什么？他说有一个现象奇怪，就是很共通的，在现在像你们这个年纪的观众，最想看的是一种参与感，就是说，同样的故事，可是你坐在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 program，能够看到不一样的结局。 他能够决定看什么，可是又大家一起看，看完以后能够共同讨论，能够吵，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我说那我要导演干什么？我拍几张给你们看，你们去导好了。好，呃，可是现在这剧情就有不同的发展，这样子。对，比如说你有四五个不同的看法，同不同的角度看，嗯，或者甚至剧情，对，就是。 这是同样的剧组，它就发展成不太一样的东西，或者不同角度、不同的人的视角，视角它的整个片子的解析看法就不一样。嗯，那最奇怪的时候，他们还要同时看，观众说要同时看，<laughs> 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去炒，这是他们现在年轻人最想电影里面发生，但是还没有人会拍这种东西。<laughs> 就说如果随便你们想，你们要希望剧场是怎么样，<laughs> 呃，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东西是会改变的，我觉得不是完全聚焦或者一个情节，就是 narrative 这样去带引带引你，可以开发很多的智慧跟情感跟讨论度跟参与感。是，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我们媒体像你们这一代，嗯，不是像我这么土啊，就很多就是多讯息。啊、然后我们会说，小孩你怎么一边听音乐、嗯、一边做功课？你是干什么？就想打他吗？嗯嗯 那他真的就是可以，啊啊、<laughs> 他就真的很专，要。他可以做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同时做，他就是可以。那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坏孩子才这样，或者你读不好书就是就是要被教训，嗯、就,就坏就不专心这样。对他真的就是可以，<对 S 1> 就是不一样的人类了。所以你们是电影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嗯、呃，我觉得叙事可以改，画面的焦点是可以多样化，不不必是艺术片都可以。嗯 然后它的叙事的结构可以不必那么僵化，可以有活性，甚至参与感。这个我是已经超过我年龄的，嗯、我超<过>真的是有代沟。难以想象这样<对>演员的表演。以前在做 VR 刚出来，嗯、出来就我拍就是《翼力》零开始那个高规格出来，就很多 VR 的人问我，有一个 Convention，哇，几百个人，上千个人在里听，嗯，那就有一个人提问说。 你对 VR 感觉怎么样？那我就说我是拍电影的，我相信我的 VR 比你的 VR 好。这样大家哄堂大笑，那样就很尴尬。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后来还有人给我做一个 T s h i r t 的讽刺就是，就说 My VR is better than yours。就我不要你在里面晃，我带你晃我的 VR，我的想象，我带你去走。我还是那个时代的。 那像他们这个时代可能不太一样，是是。那你拍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不同的焦点，不同的，就像人生一样，有很多要、啊、吵得起来能够辩论，大家有种参与感，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好的事情。是是,是是。只是我不会做，并不要说你们不不不应该去做。嗯，我觉得有很多的可能性。<对>那很多的，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你的其实你的智商跟情商都高很多倍。 嗯，嗯那那个时候很多我们过去做的的做法、拍电手法看起来是不到位的，包括化妆、包括表演、包括美术，甚至摄影里面那个调焦你都看得到。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就我做这个东西很大的啊、呃、困扰，就是说你找全世界最好的的助理摄影，他那个焦点都调不到，因为两个人看的都不一样，然后你也很难捕捉。 所以你一个摄影师那么矮板的去拍，可能是有问题。可能你们将来虚拟以后，事后有戏剧性都很清楚以后，你再去决定怎么打光都有可能。你就把元素都做出来，不管你是用虚拟做，或者真实拍摄，或者捕捉那些元素出来，你可能可以就就在简介台上几个人就把它很个人化的做出来，然后很很多媒体的方式角度去做都有可能。 呃，我觉得那个想象的世界会更更宽阔。对，我真的不服气，说技术就是没有艺术，技术应该为艺术服务。嗯嗯,嗯嗯，看你怎么用它。是是，那你要你要把它创作出来。是。